刚当兵的时候啥也不懂，傻乎乎的，老想着当班长。把眼睛睁开，你不行了，放下来吧。不服不死，我要当团长的人。当了班长以后才发现，当兵的路才刚刚开始。这个扣子要向自己，如果掉下来会要命的，懂不懂？加速度，加速度，退一米，再把这个窗户给勾下来，这样才能完全破窗。都是电发哨，哪里不累？不过累就对了。这八年有成长，有收获，参加过很多任务。但是最骄傲的就是带了几个好兵，过几天就要脱下军装，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在哪里我都是一个兵。